台湾大人哥陈柏霖和韩国猛志宋智孝一同在实境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扮演假想夫妻，浪漫的粉红气氛以及甜蜜的互动被昵称为陈智 couple。 近日赴巴厘岛度蜜月，原本打算享受两人世界，没想到却碰上不长眼的外国女子来作乱，让猛志气得当场变身为不良智孝。陈柏霖和宋智孝在海边酒吧玩起情侣游戏，这时活动主持人假借示范之名频频靠近陈柏霖，不管是摸手猜女友还是贴身挤气球游戏，都硬要黏着陈柏霖。一旁的宋智孝见状立刻变脸大吃飞醋，直接拉开女主持人防止他们再有肢体接触，而且一边大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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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我的男人，宣示主权意味相当浓厚。对于宋智孝的反应，不止陈柏霖暗爽不已，观众也相当期待小两口未来还会擦出什么精彩的火花。因为我们就是常常亲来亲去，所以我们就是已经说好，就是一年一次。근데그날그날이오늘이아就是那一天，就是今天。마음껏사랑하세요여러분진심입니다